葡萄酒就很像是，就是它有它的最佳赏味期，对，所以过了那个最佳赏味期的时候，我们会说它是过期，但是其实它不是对身体不好，它就是只是不好喝。那酒基本上氧化就是往一个方向去，就是变成醋，所以有些人甚至把就是醋的制作，就是把酒，你知道氧化，然后把它就是变成醋保留下来，然后甚至还可以存放好多年。所以会不会过期？应该说它有一个最佳赏味期。